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字：凡与极善，绝不可寻耳目，唯从心源隐微处，默默洗涤，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苟有一毫昧世之心，即为取；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即为取；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万世之心，即为取。皆当细辨呐。这一段告诉我们，这个端跟取的辨别，我们发心要想修善，发心要想积德，决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骗了。眼睛喜欢看，耳朵喜欢听，要随顺这种贪心，那我们就错了。必须从起心动念隐微之处，将自己的心洗得干干净净。换一句话说，绝不能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清净心。